论语二为政。一，子曰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二，子曰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三，子曰，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四，子曰，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五，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，无为。樊迟欲，子告之曰，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，无为。樊迟曰，何谓也？子曰，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六，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，父母为其疾之忧。七，子游问孝，子曰，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八，子夏问孝，子曰，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九四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九，子曰，吾与回言中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逾。十，子曰，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搜哉，人焉搜哉。十一，子曰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十二，子曰，君子不器。十三，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十四，子曰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十五，子曰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十六，子曰，公乎异端，私害也已。十七，子曰，由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十八，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，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十九，哀公问曰，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，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二十，季康子问，使民敬中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，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二十一，或谓孔子曰，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，书云，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，师于友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。二十二，子曰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，时事可知也。子曰，因因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二十四，子曰，非其鬼而祭之，谗也；
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